三十题，他问我这些力量有哪一些是属于接触力？那么第一个跟所谓的接触力对比对照的呢，是所谓的超距力。基本上超距力就只有三个，一个叫万有引力，一个叫电力静电力，一个叫做磁力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物万有引力不是接触力，我们的丙静电力也不是接触力，庚的磁力也不是接触力，然后这些都不是接，它都是超距力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压力不是力，压力不是力，压力呢是力要除以面积 P 等于 F 除以 A， 所以压力并不是力，所以液体压力这个就根本就不是力，所以当然就不会是所谓的接触力。大气压力呢也不是力，所以它当然也不会是所谓的接触力。所以呢这样子扣掉之后呢，我们就只剩下谁，只剩下乙跟己，摩擦力跟空气浮力呢是属于接触力，所以呢我们的答案要选的是猪。好，乙跟己，摩擦力跟空气浮力是属于接触力，压力不是力，静电力、万有引力跟磁力是属于超距力。第三十题的答案呢，我们选的是猪。